爸爸，你我是弟弟去还是你陪着我去？爸爸去。我和着你一起去吗？可以。啊，我应该是我去呢。那如果是你去的话，你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可以，这样每次一样，开开心心的完成。如果有任务的话，就可以完成，知道吗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好着看，好着看。26、27、28，嘎嘎嘎嘎，太多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呀。Yeah， 我的娃就是在台了。是妈妈帮我们布置的。都有啊，看有熊妈妈给你的，妈妈啊，有好多礼物，看还有吉他，看。妈妈弄的，要不要打开？妈妈弄的东西，要不要？这个放在房间的照片，他拿过来了。妈妈你写个嘢啊？我女儿最喜欢的其中两个颜色，一个就是粉红色。一个就是紫色，哎呀，小时候公主啊，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小兔，它会飞的。啊，老公，我为了你差一点跌倒了，我就写封信，我女儿跟老公会认得出我的东西的，所以其实他们知道妈妈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。所以我要帮手，所以我要帮手整下来这些，好吗？明年。好吧，我们出发去吃东西。